大家好，我是李维维，这次饰演的是星星的人气记者胡行爱。行爱的事业心相当的重，只要发现有价值的新闻，就会不顾一切的追查。也因为追查作家 X， 让他认识了魏有亮，并且产生了好感。在价值新闻与爱情之间，究竟行爱会有什么选择呢？记得锁定每周六晚间十点，中天娱乐台39频道哦。另外，我刚刚的介绍中有说了一个小谎，你知道是哪一个部分吗？